国实境秀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自开播以来，话题度一直居高不下。第四季的节目更名为《乘风2023》，还找来不少台湾女星参加，再次掀起热烈讨论。不过，没想到节目才播出两集，网络上就已经流传出最终的成团名单，让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榜。从微博上疯传的截图中可以看到，最后成团的姐姐包括了 Ella、美依礼芽、谢娜、孙悦、刘惜君、Amber、邱慈炫、黄丽玲、曾可妮、霍颖、吉娜。对此，不少网友都认为节目录制还没结束，不可能这么快就拿到最终的成团名单。但有部分网友直言，这档节目就是有剧本的，因此这份名单很有可能是真的呢。Bye.